对我太温柔，穿的衣服太讲究。你知道有时候你不在我左右，难道我天天打球对着电脑做研究？他们对我好，你不用自主，应该为自己骄傲。简单的统计，有69%像别人的男朋友。他们对恋爱有你一样的要求，有一些浪漫时候有机会说说感受。他们对我好，你不用吃醋，应该为自己骄傲、yeah、越多女生喜欢我，靠近我肩头，越能证明假男朋友。假如只有你爱我，做我女朋友，当然足够，可是没有理由。没有一个女生不想拥有一个最佳男朋友，你会难道因为你拥有一个最佳男朋友？男朋友，假如只有你爱我。